你可以用那边 accept 就可以了。好。 66. 现在我们是 oral assessment. Now is the oral assessment. Student asking teacher. Student asking teacher. 66. Level 4. 李老师，这个星期五晚上你有空吗？ 这个星期五晚上。 我要去陈老师的家，所以没有空啊。做什么？哦，讨论那个论文啊。他是我的 mentor 哦，导师，我的论文导师的 thesis mentor， 4:08:03这个啊。 Hi, stitch please. Stitch please. Ah, stitch please. Stitch 是什么? Stitch please. Oh, 画... 画具, 具, 画具, 是的, 画具, okay. 这个星期六晚上 有一场话剧，is a problem is 话剧，有一场话剧，你要不要去吗？什么话剧啊？那是什么话剧啊？那个是什么话剧？知道吗？茶馆。茶馆是介绍什么？什么生活的？老北京的生活。老北京的生活。好，68呢？ 68, ask Mary can change the appointment. Change the appointment is 改了，改, but the appointment is 约会，约会，约，会约，玛丽，你会不会改你的会约？哦，你的会约，会不会改？可以改吗？啊，不是，约会，你的约会，可以改吗？你的约会，能改吗？ 能改吗？能改。或者 appointment time 哦，我们可以说你的约会时间，你的约会时间能改吗？不行啊，我已经约好了，不行，我已经约好了，不能改。 Ask someone does what she does in the spare time. Ah, spare time is what? Aiyah, spare time. Something G.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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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你的业余时间做什么？哈，你的业余时间做什么？你的业余时间做什么？好的 ，spare time。我的业余时间，然后我的事可多了，我的事可多了。
跳舞啊，游泳啊，上网啊，听音乐。哦，听音乐很好。嗯，七十，这个。你读过。可以吗？这个，敬礼敬完，能加班吗？今晚能加班吗？哦，不加班，不加班，不加班了。嗯，不加班的很好了。对，有时间，有时间考试，考试，考试。那这个 Ask Many Can Go for Bowling 啊，Bowling 啊，经理，我们可以去打保龄球吗？嗯，可以，可以啊，好吧。而且听说盒子山口盒子打得很不错，你也给盒子打个电话吧，我们一起去。嗯、好吧，好啊。七十二，四点九点三。Ask someone join us for excursion. Excursion 是什么 ？Excursion 呢？郊游啊。对了，郊游。郊游。这个周末你们可以参加我们去一个郊游吗？差不多，还可以。这个周末我们班去郊游，可以再说一次吗？七十二，七十二啊，再说一次。这个周末你们可以参加去。郊游吗？参加去郊去参加郊游吗？去参加郊游吗？去参加郊游吗？郊游吗？郊游啊，不行啊，我最近太忙了哈，最近太忙了。Okay, 因为要写论文，因为我们要写那个论文哦，我要写毕业论文。嗯，我要写那个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才可以毕业，才可以 graduate。好 ，OK， 我要忙我的毕业论文。四点十点一哦，七十三的。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嗯，有什么安排？哦，我想去麦克的健身房看看。我想去麦克的健身房看看。Okay. 嗯 ，exercise 健身呢？嗯，你们要不要去健身吗？你们要不要去健身就可以健身那、啊、不用吗或者你可以说你要去健身吗你要去健身吗所以、so、either way、要不要 or am I at the back、okay. 要不要 or am I either one 你要不要去健身对对对我要啊另外我想我想看看那里能不能打工我想看看那儿能不能打工嗯七十五这个是你为什么去哪打工为什么去那儿打工对啊因为正因为我要挣钱，对吧？
你在健身房，我可以一边健身一边练习汉语。练习汉语。在健身房，可以，我可以一边健身一边练习中文。练习中文。嗯，好的，还可以。四点，10:02。Someone would plan for the weekend. Yeah, planning is 安排 lah. 这个周末, 这个周末, 我们安排去, how, how? 什么? How 什么 lah? 这个周末, 你们, 好。 你们什么安排去郊游? 你们怎么安排去郊游? 你们有什么安排? 你们有什么安排? 对, 你们有什么安排? 去哪? 去哪? What's planning? 做什么? 第一天做什么? 第二天做什么? 也可以, 第一天做什么, 第二天做什么, 干什么都可以。 所以星期六爬长城, 我们的安排是星期六, 我们去长城, 我们去长城, 星期六爬长城, 晚上举行一个晚会。 星期, 第一天的晚上, 我们举行晚会。 第二天早上，第二天上午，我们骑马。骑马，哦，很好哦。诶，骑马。OK啊，这些安排都挺有意思的。4:13，最后一个，这个。Other than that, what is a 除了，除了，what is up? 除了。 嗯，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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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赵老师，周末除了你叫我经济，你叫我经济，除了你忙什么？ 除了京剧，你还教我什么？你还忙什么？星期日除了教我京剧，你还忙什么？星期天您还忙什么？除了教我京剧，星期天你还忙什么？对啊。哦，我早上给家人做饭，早饭，哎，早上。 我要给家人做饭。我要给家人做饭。看看还有吗？应该没有了。嗯，没完了。除了 other than。77。所以今天我们学好了 oral assessment，应该可以去 level 5了哈，去 level 5的。所以就是这样咯，这个我们 take note 啊，有 plan 2是打算，哦，stage play 是。 Stage play 是话剧。话剧。嗯。Wanna go? 去不去? 要不要去? 要不要去? Appointment? 约? 约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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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
time. Other than. Other than 除了。除了。好的。